他其他几年啊、哦？当学生。其他几年啊？学生就发生问题了，啊，身体上哦有问题，就检查起来哦，问题啊，赶紧就再走啊，再去分校去，再去分校上课。即摆拢用专车拢行，这两部落的，喜厝甲中山哦，就是那个中心村啊，在伊即摆家己一个村啊，他们分开啊。但三圣村哦，就是已经分一个村啊。啊，伊即摆伊已经有啊，学生啊拢过再过本校迄边过啊。啊，本来拢一只读一学期，结果身体检查起来，结果哦拢有问题啊，出问题啊。因为小朋友哦，他们的体力哦，体力的问题啊，体力吼扛袂掉啊，体力扛袂掉啊。你讲这有量？啊，这伤近啦，离这个所在，离这个厂区伤近啦。啊，迄阵哦，我83年，我担任村长，我就反对到底。伊要起站车，我都唔嘛。我就反对到底，我都唔。结果换因家己，我听讲是因家己装的，因的村，因这部落的。村长，伊这部落个去答应伊啊，啊答应伊起个足水个，你看看嘛是，啊结果安尼，哈哈。一学期尔，一学期。啊，这附近买地敢有出海买？这唔免买啦。我知，但是讲是大宗，这认养个嘿。啊，这拢咱你有个，这拢咱个地，防风林这边，这拢咱种，防风林这边。这本来是防风林，防风林这边是国有。啊，你讲去本校是倒位啊？啊？桥头国小，桥头呀。人哦，啊，到底差不多五分钟呢？六差不多。用赛车五分钟。赛车差不多五分钟就到位，五六分钟。安尼嘛无讲得做。啊，拢。前去那边，拢就再过一边过啊！你即摆拢，啊？